抱歉了。皇兄这一剑比我想的要果断。天罡诀，是你。你姓云？下辈子太晚，你想还，就这辈子还吧。青莲剑歌。想不到你还有天师府的人。华阳真法，你也想不到你会输吧。哼，会吗？小小的万毒窟你敢来找麻烦。还有我们玄冥教，李茂贞，束手就擒吧！看来你还是不死心，金蚕刻万古，别白费力气。是啊，所有的蛊都怕金蚕，但人就不一定了。杀了他们！只是吹个曲儿给你们听，不用这么害怕。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呀。
既然阁下执意不现身，那本王只好亲自动手了。Thank you.